我爆个料吧。啊，什么料？现在舞台上这三个人里边嗓子最好的是高峰。嗨，你看我这先天条件。谢谢诸位朋友啊，你看我台上都不愿意提这事儿，干嘛？真是我不好意思。我要是不感冒，我还能跟他拼一下啊。感冒了，真是打不过他了。不感冒你也不是个儿，真的。你瞧，哎，说实话啊，哎，不是这个调门跟个头都成正比，你知道吗？你瞧你那个作死的样儿。你看这不服的表现吧，这就是这个。今天这样吧，哎，哥仨站在一块儿有缘分，你给大伙儿展示一下。哎，别唱歌了，唱歌听不出高低来。那唱什么呢？现代戏。哦，也别多唱，来一句，就唱这高，就听这高腔。现代戏得听这个，比如那个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啊，我给你起头，你后边来一轻松，让大伙儿听多高，就拔高这点儿，就听您先天条件。要不人家姓高呢？哎，我都没听过调门高。我听应该知道知道啊，我还真没听您唱。你多包涵我这个嗓子。哎，不要紧，嗯，要行吧？要学呢，您再高点行吗？唱高了嗓子。我还真没遇。你别紧张啊，不要紧张啊。要可以了，还能再高点吗？要，别考虑我啊！废话，我得考虑我。您这拔高呗？就我不听。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，死活就这样啊！那这就不矮了。要学呢，泰山顶上一轻松。哎，听你唱，你唱一轻松，哎，了不得了。要行，来吧，来来来。要学那泰山顶上啊啊啊啊！来，我您一轻松。天籁之音，你先等。谁要跟你握手了？您这听的都我胃下垂了，我都。知道知道，还知道什么？我听见什么了？我就知道，我都没声儿啊！您这么优美的旋律，您没听见呢？哪儿有优美的旋律？高老师，耳音沉得厉害。高老师啊，再来一个。哟，还上瘾呢，这破玩意儿。再来一个，有点要求啊。你说，调门高一点。兄弟，你要哥哥命。你说。您有潜力，哎，我谢谢潜力股。嗯，好，谢谢啊。来来来，那咱们来一个。您这红灯记，李玉和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这比那高。好，哎，您嗽嗽嗓子。谢谢啊。狱高，狱高，谁踩你肾了？这哎呀，踩的还挺高，你知道？狱高着点啊。很高不了，不就别高了。门口，驴，门口那驴车都停下了，你就行了，就这样吧。警船四郎好，我马一点都不费嗓子，费鞋，净听见跺脚了。这儿，我只能说是个奇迹。